小朋友在牧师老师的指导下，一个个用吸管传递橡皮筋，学习团队互助精神。他们也带了很多的一些活动，像那个刚刚有套绳子的活动啊，还有现在是在传那个橡皮筋啊。那小朋友也是在玩中，然后在游戏当中也来认识神、亲近神，更是一个群体的一个生活这样子。这是在宜兰大学举办的泰雅尔族教会宣教70周年纪念感恩礼拜暨文化说唱艺术分享庆祝活动，邀请各地教友齐聚一堂，以格罗嘎达亚奋起吧为主题，鼓励教友同心合一，谦卑服事，向新时代的宣教大使命努力之外，也相互联系情感。借着这样的礼拜的设计，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心来兴旺上帝的福音。下午呢，我们用各区不同文化的这种歌舞来呈现我们对上帝的赞美，借此也彼此互相联络我们的感情。泰雅尔族教会宣教70个年头，教会也透过活动来感谢许多前辈们传扬基督福音、建立教会与信仰典范的努力，并特别以象征火把的道具传承给每个教会，让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。记者陆陆宜兰市采访报道。